许廷铿呢日嚟电台宣传新歌《无力感》，佢仲为咗新歌罕有老伯啊！系咪真系去到震惊咧？嗬，即系因为近排就为呢个《无力感》嘅宣传嘅时候咧，其实影咗一辑新嘅叫做造型相啦。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系个意象劲过图像嘅，即系赤裸咗上身嘅意味就系希望去好赤裸咁样面对自己嘅一啲比较负面啲嘅一啲思想同埋情绪，然后先有机会有空间去正视翻佢啦。好朋友鄭欣宜仲挑撥大家想佢再錄多啲添，尤其是阿 Joyce 鄭欣宜你啦，就去 focus 咗喺除咗圖像之外，仲 focus 緊喺兩點度啦。就呢兩點就雖然就透露唔到出嚟啦，咁但係我希望你就唔好令到我啲歌迷全部 focus 曬喺嗰度啦。多謝合作，已經好底線㗎啦，對我嚟講，因為平時大家都知道我唔著樽領已經係一個性感嘅表現嚟㗎啦。咁去到露到鎖骨，我自己都比較少見到嘅。咁啊，同埋比較白啲咧，因為比較少見日光。許廷鏗一向同胡鴻鈞好 friend， 仲傳過同性緋聞。最近就有傳胡鴻鈞同蔡思貝拍拖，冇講俾許廷鏗知，所以兩個人反面啦。都唔係咁大個人嬲乜鬼啊！即係我反而覺得唔好太過放得太重啦。咁但係朋友之間見唔到多聯繫，我覺得都係呢個時間好需要嘅，比較少啲應機啦。係啊，咁但係佢都有講嘅，佢都話希望即係佢自己處理咗喺工作上面嘢之後就會揾翻咁樣，咁我期待緊咯。